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这节课我们开始讲第二品经《德尊普贤》第二。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段经文：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英菩萨、宝闯菩萨、至圣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尔为上首。我们先把有关名词解释一下。首先看贤护。贤护是什么意思呢？是既能保护自己纯正的思想行为，又能乐于护持他人的意思。贤护菩萨是释迦牟尼佛在家修学净土的弟子，地位与普贤、文殊、观音、释智相同，都是等觉菩萨。贤护菩萨的名号是代表如来善护念诸菩萨意。下面来看等十六。以下列出的十五位来自他方世界，有学问、有道德、有修有证的在家菩萨，就这一段经文里一共是十六位菩萨。下面看正士。正是正知正见，士是知识分子，知见与佛相同的知识分子称为正士，也称大士，是菩萨的别名。现在我们来看经文里的第二位菩萨，善思维菩萨。这位菩萨他的思想见解都是纯善的，代表专修净土的人具有正确的思想见解，与阿弥陀佛相应。第三位菩萨，慧辩才菩萨。这位菩萨是有智慧、有口才，能把净宗的教理教义说得让人相信。以上两位菩萨表难信能信，哪两位呢？就是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这两位菩萨表法是表两位菩萨难信能信。第四位，观无著菩萨。观察这个世间一切法都是无常，在此代表修净土的人对一切法心不执着，不留恋，念佛求往生。第五位，神通花菩萨，表灵活应用，他有很善巧的教学能力，能因材施教，把念佛成佛的法门介绍给广大群众，让大家都能够明白，都能够接受。第六位，观音菩萨，表光明应发，光明是智慧，应发是发挥，表这部经能显发我们
深广的智慧。第七位，宝闯菩萨，闯是圆筒形的旗帜。古时候，如果道场有讲经时，就把闯挂在寺院外的旗杆上，通知大众可以来听经了。所以闯表宣扬佛法，宝闯表宣扬最殊胜的佛法，以此在这里表宣扬本经的法，这个缘是无比殊胜的。第八位，至上菩萨，至是智慧，上是最上第一，在此代表修学本经就能得到无上的智慧。第九位，寂根菩萨，寂是寂静，根指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六根寂静是修行的根本，在这里代表依照这部经修学就能得身心清净。第十位，信慧菩萨，表能深信本经。第十一位，愿慧菩萨，表肯发愿学习求生净土，能深信发愿，就是有真实智慧的人。十二位，相向菩萨，是比喻念佛的能量很大，能帮助我们超越十法界。以上三位菩萨是代表往生的三个必要的条件，信、愿、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三资粮。第十三位，宝应菩萨，宝是智慧宝藏，应是精华，宝应是代表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就是一件一切妙法中的精华，能令凡夫在一生当中往生不退，决定成佛。第十四位，中住菩萨，中表示中道，住表示安住，把心安住在这部经上，安住在这一句佛号上，就能得到中道的第一真理。第十五位，智行菩萨，智行是指控制我们的思想行为，念佛就是智行，在这里代表持戒念佛。最后一位，解脱菩萨，解脱烦恼，脱离六道，脱离十法界，表示依照这部经的理论方法修行，就能往生净土，永离妄想分别执着，得大自在。耳为上首，看最后，耳为上首，这十六位大菩萨代表在家众菩萨众的上首。在第一品中，同学们是否还记得举出了三位菩萨，他们是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弥勒菩萨。这三位菩萨是出家众，在这一品中举出了十六位菩萨，这十六位菩萨都是在家众。为什么出家众只举了三个，而在家众举出了十六个？这要表示什么？是表这部《无量寿经》主要是以在家人为度脱对象，
再进一步说，这部经是佛专为我们在家人说的，我们能不能感受到佛恩浩荡？如果我们遇到了这部经，遇到了这个法门，又当面错过了，那真是太可惜了，因为你错过了成佛的机缘。讲到这儿，我想很多同学会感动的，因为以前这个理念可能不是太清楚的，不知道这部经是佛专为我们在家众生说的，所以我们是否应该升起感恩之心？在这16位菩萨当中，除了第一位贤护菩萨是示现在娑婆世界，他是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的弟子，其他的15位菩萨都是他方世界的菩萨来到了灵鹫山听法的，来参加释迦牟尼佛的这一次无比殊胜的法会，来做影响众。那这个又代表什么呢？代表十方无量无边诸佛世界都讲这一部经，都护念这一部经。我再说一遍啊，代表十方无量无边诸佛世界都讲这一部经，都护念这一部经。他们听说佛在灵鹫山讲无量寿经，就从他方佛国来此听经，说明这个法会是一切诸佛所说。最后这句话也很重要，不单单是释迦牟尼佛说，而是一切诸佛所说。佛菩萨的名号都是表法的，佛菩萨没有自己的名号，他们的名号是因为众生的需要而生的。比如说释迦牟尼佛这个佛号是怎么生的呢？是在这个时代，就是释迦牟尼佛所教学的这个教区，这个世界的众生业障很重，没有慈悲心，自私自利，所以佛用释迦二字。释迦表示什么？是仁慈的意思。刚才我前面说，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众生业障重，缺少慈悲心，很自私自利，所以佛用释迦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表示仁慈。其次，这个世界的众生一天到晚妄念纷飞，心不清净，所以佛用牟尼两个字，牟尼是极灭的意思。假如释迦牟尼佛是去西方极乐世界做佛，他这个名号肯定不是释迦牟尼了，因为西方极乐世界人人大慈大悲，清净极灭，所以说佛号啊，佛的名号都是表法的。在这一品经里列举出了16位在家菩萨的名号，当然也都是用来表法的。我们一个一个来看，比如说贤护菩萨，他是表什么法呢？表如来善护念诸菩萨。这个护念的意义很深，诸佛如来必定要护念真正念佛发心求道的学生，无论你是在家还是出家，只要你发这个道心，真正依教奉行，诸佛如来没有不护念的。这可以说是第一层意思吧。第二层意思，
就是教导我们，如果你遇到了真正发道心的同修，我们要尽心尽力的去护持，给他们提供方便的修学条件。如果我们不能护持真正发道心的同修，诸佛菩萨怎么能护念我们呢？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想得到一切诸佛如来的护持，我们也要护持真正的学佛人，真正断恶修善的人，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想想我们自己本身是不是做到了这一点。比如说下面这一位观无著菩萨，看到这个名号，我们就会想起《金刚经》上的非常重要的两句话：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六祖慧能大师就是从这两句话上开悟的。菩萨在这里告诉我们，《无量寿经》跟《金刚经》没有两样，《无量寿经》包括了全部的《金刚经》，包括了全部的《般若经》。观无著菩萨在这里暗示我们，用他这个名号告诉我们什么？学般若不如学无量寿经。这个可能我们很多同修是第一次听说，我再说一遍，就说无量寿经包括了全部的金刚经，包括了全部的般若经。观无著菩萨暗示我们，学般若不如学无量寿经。再比如下一位神通花菩萨，表行愿方便无不具足，有障碍就不方便。行愿方便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四无碍法界。哪四无碍呢？就是事无碍、理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那神通花菩萨这个名号在暗示我们什么呢？暗示我们学华严不如学无量寿经，真是表法意趣甚深甚广。再接着往下说，光英菩萨表无量无边深广的智慧，都是由一句阿弥陀佛显发出来的，显示出本经之德用无边。再比如宝闯菩萨表智慧殊胜，表弘法利生，代表弘法之法缘殊胜。下一位是至上菩萨，无上的妙智在本经之中，代表本经的内容是无上的智慧。如果你想求智慧，不必念六百卷大般若经，显示出本经之殊胜，无有一法不具足。再比如寂根菩萨表无量寿经是六根清净的修行方法。还有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这三尊菩萨在一起表净土三资粮，也就是三个重要的修学条件，要信、要愿、要行。再比如宝应菩萨表愿海万德庄严，表性所含无尽的宝藏、无尽的智慧。再比如中住菩萨表阿弥陀佛
是中道第一义谛，玄妙之极，方便之极，平常之极。再比如智行菩萨表持戒念佛，这是修行的下手之处。再具体点说，就是老法师告诉我们的那五个修学科目：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十大愿望。这句阿弥陀佛佛号把这五个科目通通都包括进去了。最后一位谢托菩萨，他排在最后，代表国报，果报，果报是得大自在。以上16位在家菩萨的表法，给了我们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在家修行一样能够成佛。特别是末法时期，出家修行反而比在家修行难。出家真修行的人反而少了。为什么呢？为什么说出家修行的人反而少了呢？不是说出家人少了，而是说出家修行的人少了。为什么？大家都有目共睹，忙着盖大庙，忙着应酬，天天搞法会，度死人，整天忙这些，哪有什么功夫修行？所以说，现在很多出家人的修行，反而不如在家人得力。在家人一天可以念几万声佛号，出家人比不上在家人。就从这一点来说，也是这样。末法时期，世事颠倒。佛陀在世的时候，修行成就的排序是，这个很多人都清楚，啊，那个时候修行成就的排序是出家男众第一，出家女众第二，在家男众第三，在家女众第四。那现在是怎么样一种情况下呢？正好颠倒了，现在是在家女众第一，在家男众第二，出家女众第三，出家男众第四。这个排序应该这样说，真是佛法的一种悲哀。现在大家都富裕起来了，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开始忙着建道场、盖大庙，庙宇盖得越来越富丽堂皇，数量多，规模大，却把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的本怀忘了。就是我们是干什么的，把世尊的本怀忘掉了。出家人不能深入经藏，不能弘法利生，佛法就衰微了。大家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们眼前的事实，每个人都看得清清楚楚。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本师，我们的本师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榜样，49年讲经说法，教化众生，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帮助众生成佛。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本怀。除了讲经教学之外，我们的世尊没有做过别的事情。可是我们现在所做的，正好是与我们本师本怀是背道而驰的。有人说，是不是我们现代人的头脑不如古人？是不是我们现代人的福报不如古人大？老法师告诉我们，绝对不是。
是什么原因呢？老法师这样说的，我们现代人的头脑比古代人聪明，福报比古人大，那为什么反而道心退却了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没有往释迦牟尼佛的正道上走，我们把路走邪了。因为我们走上了邪路，所以才导致了目前的现状。末法时期就是这种现状。那有同学问，什么是释迦牟尼佛的正路？一句话，讲经教学，教化众生，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正路。那什么是邪路呢？除了讲经教学，通通是邪路。注意这个词，通通。离开了讲经教学，通通是邪路。这个通通代表所有。那你想，唯一的正路，讲经教学，除了这条路，其他都是邪路。因为走上了邪路，所以就失去了道心，造作了罪业，这些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警觉了。这一段经文呢，就讲到这里，我们把它总结概括一下，这一段经文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这一段的贤护菩萨是与释迦牟尼佛同时代的此方世界的菩萨，其他15位菩萨则是他方世界来此参加法会的菩萨。由前面14位菩萨的名号中、含义中，让我们认识这部经典的殊胜。第15位智行菩萨教我们修行下手的方法，持名念佛。最后一位解脱菩萨代表修行的果报。这16位菩萨都是在家菩萨的上首。这一段就是我对这一段经文的一个概括总结。下面请同修们看下一段经文。贤共遵修普贤大士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权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也先解释一下有关名词，这个贤共的贤就是都的意思，全部的意思。共是共同，遵是遵守，修是修行。普贤大士之德，普贤菩萨之德无量无边，说之不尽，总的归纳起来是大家熟悉的10大愿望。这10大愿望的名目如下。一、礼敬诸佛。二、称赞如来。三、广修供养。四、忏悔业障。五、随喜功德。六、请转法轮。七、请佛住世。八、常随佛学。九、恒顺众生。十、普皆回向。这就是普贤菩萨的10大愿望。下面我们具体看一下这一段经文里的每一句经是什么意思。先看具足无量行愿，就是说
以上参加大会的菩萨们，人人都遵守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所以他们也如普贤菩萨一样，具足无量的行愿。下一句，安住一切功德法中，安住是安住不动的意思，一切功德法是菩萨修行成佛以后的圆满功德，这里是教育我们，只要把心安住在这一句佛号上，就是安住在一切功德法中。后面有游步，就是游戏神通，行圈方便，很善于教导，能随众生不同的程度给予不同的教育，这是菩萨们的神通游戏，自在游行，感化救度十方世界的一切众生，随顺众生的需要来协助教化他们。入佛法藏，对一切众生真心自性里面含藏的一切佛法都通达明了，佛是觉悟明了，法是释出世间一切法，藏是含藏的意思，究竟彼岸就是达到究竟圆满的成佛果位。这是上面这段经文比较难理解的一些词语，先把它简单的给大家解释一下。下面我们看具体的经文。第一句，贤共遵修普贤大士之德。这句经文是说明与会的这些大众，在这些大众里有比丘众，有二乘众，有菩萨众，有出家众，有在家众，所有出席这次大会的这些大众们，没有一个不修普贤大士之德的。所以说普贤大士之德是建立在前面讲过的五个科目中的前四个科目的基础上。刚才我说了五个科目是什么，再说一遍，这四个科目就是它的前四个科目，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如果没有这四个科目，哪来的普贤大士之德？这四个科目是普贤大士之德的基础，是决定不可以缺少的，尤其是三福和六合，就好像是盖房子的地基，如果盖房子地基没有打牢，这房子怎么能盖得起来？即使是勉强的把这房子盖起来了，由于地基不牢，它也会坍塌的，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学佛一定要打好这个修行的地基。普贤大士之德是什么？就是华严经里讲的十大愿望，从礼经诸佛到普皆回向，普贤行跟其他的菩萨行究竟有什么不同？这是这一段经文，就这一句经文里的一个重点，就是究竟普贤行和其他的菩萨行有什么区别，有什么不同呢？这是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的。普贤行的最大特点就是心量广大，永远没有疲厌，这是它的特色。因此学佛人首先要把自己的心量拓开，不要念念想自己，念念想自己的小家庭，念念想自己的亲朋好友，这样的念头太小了，圈子也太小了。普贤菩萨是念念想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苦难众生，这一点没有一个菩萨能比得上。尽虚空遍法界
一个众生都不漏，这句话是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就是尽虚空遍法界，一个众生都不漏。你说普贤菩萨的心量该有多么大，我们现在也在修普贤行，这个大心量我们究竟学来没学来，还是只是说说而已。所以普贤行可以这样说，是真正的圆满行，圆满就是没有缺欠，普贤行是圆满行。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意义，我们对于十大愿望便永远不能真正的理解。只有你理解了这个意义，才是我们对普贤行有了真正的了解和认识。我们如果理解了这个，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没有？就是古大德曾经说过，说《华严》和《法华》这两部大经是《无量寿经》的导引文字。这句话可能是仍然有些同学不太理解。大家都知道，《华严经》和《法华经》是佛49年里所讲的经典里非常重要的两部经。现在说《华严经》和《法华经》这两部大经不过是《无量寿经》的导引文字而已，有很多同学一时半会儿好像理解不了。事实是这样的，我把它讲到这里，同学们在修学的过程当中渐渐的去理解啊，逐渐就会理解的。就像我前面多次说过的，无量寿经是通往极乐世界的主桥，华严经和法华经是上这个主桥的引桥，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大家都知道，华严经到最后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念佛人的一句阿弥陀佛圆摄十大愿望。注意这个词圆摄啊，念佛人的一句阿弥陀佛圆摄十大愿望。若真的一句佛号中有十大愿望，即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所以从开始讲到现在，大家一个突出印象就是阿弥陀佛一句佛号是太重要了啊，这一层一层的再给大家再讲解啊，这个印象呢肯定也是越来越深刻。因为讲到了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那咱们就讲一讲这个十大愿究竟都是什么。有的同学知道，有的同学熟悉，有的同学还不完全知道，所以在这里呢，我想给同学们介绍一下十大愿望的具体内容。第一，礼敬诸佛。礼是外表有礼貌，敬是内心真诚，内敬外礼，礼敬就是这个意思。诸佛，看到这个字样啊，很多同学以为看到诸佛菩萨的形象就要去恭恭敬敬的礼拜，这就是礼敬诸佛。可能现在我们有许多同学是这样认识的，就是见到佛像恭敬的去礼拜，这就叫礼敬诸佛。老法师告诉我们说，如果要是这样去会意，普贤菩萨会流眼泪的，
因为什么呢？你把他的意思全搞错了。礼敬诸佛不是这个意思。到底应该怎么样是礼敬诸佛呢？华严经上讲的很明白，就是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是我们礼敬的对象。诸佛是谁？答案，一切众生即是。我们这个认识恐怕以前大概没有那么深刻吧。我们以为佛像就是佛，不以为众生是佛。有的同学说众生是佛，但是也是在口头说说而已，实际内心深处没有把众生真正的看作是佛。要求我们是对佛怎么样恭敬，对一切众生要同等恭敬。这个修饰语同等两个字，就是说你对佛怎么样恭敬，你对一切众生就要同等恭敬，这叫礼敬诸佛。这回听明白了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不能小瞧我们身边的任何一个众生啊。过去我一再说，包括蟑螂蚂蚁蚊虫，他们都是未来诸佛，我们礼敬他们就要像礼敬我们所说的礼敬佛像一样去礼敬，这就对了，这就叫同等礼敬。在这里我给大家举一个小例子啊，最近我有多少有一点感受，就是我现在所在这个道场啊，有几个小动物，有六条狗，有一只小猫咪，这个就像我们这个小道场的一个成员，我们就是这样对待他们的。我们对待这些小动物，没有把他们看作是动物，而是把他们看作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他们都是未来佛，我们对他们是很爱护很关心的啊，没有一个人去伤害他们。你们从这些小动物的名字里就可以知道了，这六条小狗呢，他们的名字是一个叫大雾啊，不知道大彻大悟吗？我们这个小狗狗有一个叫大悟，还有一个叫一真，不一真法界吗？一真，还有一个叫觉觉，不要觉悟吗？破迷开悟，有一只小狗叫觉觉，还有一只小狗叫西西，还有一只叫龟龟，两个合起来就是西龟。要回归西方极乐世界嘛，所以西西归归，最后一条就是我家里原来的那个小刘刘蜜，这就是六条小狗，他们也和睦相处，互相也不打仗，挺好的。还有一只白色的小猫咪，名字叫自在，这个自在就是我们修行的那个我们要的果报，不是希望幸福自在吗？我们那小猫咪就叫自在。这个六条小狗和这一只小猫咪也和睦相处，就这个景象真是挺感人的。所以我在这里举这个例子呢，就是告诉大家，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我们都要礼敬，不可以轻视，不可以小瞧，更不可以看不起他们。老法师啊，曾经给我们举了这样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什么呢？说我们今天给人写信，最后不是要落款吗？落款要落名字，我们学佛的同修往往都习惯是数完名字以后，后面写何时。老法师说写何时不肯写顶礼，这一点你就没有修
普贤行。看到这里的时候吧，我真的大吃一惊，因为什么呢？老法师要不说呀，我真不知道这个事儿。我就曾经这样写过，比如说我给某某法师写信，我最后署名就是刘素云何时，我真的这样写过，虽然次数不是太多，但是毕竟是写过。如果没听老法师这么说，我确实是不知道。老法师给个答案，就是理由，为什么说你写何时不写丁礼，你就没有修普贤行。老法师是这样说的，你落款何时，就说明你认为你给写信的对方他不如你，你认为你比他强。那你就想啊，我比你强，我凭啥要给你顶礼，写了何时就不错了。老法师就这么给我们剖析的。我听了以后我就想，哎呀，真得多学多看，否则有很多东西因为不懂就犯错了。那老法师说，你不给他顶礼，你怎么知道他不如你？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和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他和阿弥陀佛也没有两样。你见着阿弥陀佛，见着释迦牟尼佛，你顶不顶礼？你肯定是顶礼，你不会只喝食的。为什么你给他写信你就不顶礼呢？ 是说明你自己的心里有供告我们，你觉得你比他强，所以我给你核实就可以了。看到这儿呀，我就想，真是学一点咱们就要落实一点，从今天开始咱们就要把这种分别执着给它去掉，要把小心量变成大心量。因为什么呢？我们写个顶礼不为什么事，但是它表示你心里的念头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这样？因为什么呢？当今呢，人们最缺少的就是礼敬，就是诚敬。哎，总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老法师一再告诫我们说，诚敬啊是性德啊，我们要把性德开显出来。这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是不是这样？老法师教我们，他说，别人对我何时，我给他顶礼；别人对我鞠躬，对我点头，我给他行礼。我就是告诉我们，你一定要比对方做得更好一些，不能当作口饭来讲。有的人说，我瞧不起某某某，哎，你这个你就错了。就在平等对待众生的这方面，应该这样说，我这些年我一直在努力做。现在呢，身边的同修有些时候也说我对待众生平等，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有时候我还觉得挺得意。现在和普贤行一对照啊，那差距是太远太远了，真的是很惭愧。我就想从现在开始，从零做起，好好修普贤行，把普贤行在心里扎根，在行动上落实。下面再说这样一段，说诸佛呀，不但是指有情众生，华严经上说，情与无情同源种智，大经上也常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是指有情众生说的。那么无情众生呢？老法师告诉我们，有情众生有佛性，无情众生有法性，两个性是一，不是二，就是佛性和法性是一，不是二，所以他们是无二无别的。因此不但对一切人
要礼敬，对一切事和物也要礼敬，这才是真正的普贤行。老法师给我们举出这样的例子，说在华严经里，善财童子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什么榜样呢？因为五十三参里，五十三位善友，有出家的，有在家的，是五十三位菩萨示现的。出家的有五个人，其余的都是在家的，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有善人，有恶人，有修正法的，有修外道的，还有修邪道的。善财童子对这五十三个人是平等的恭敬，无论是善人还是恶人，他们的佛性是平等的，佛性没有善恶。所以老法师举善财童子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对一切众生都要平等的礼敬。那有同学说了，刘老师你刚才说对事对物也要礼敬，那怎么礼敬啊？桌椅板凳我们天天也去磕头，哎，这个理解就有偏差。对物要礼敬，为什么？因为物有法性，刚才说了。那对有法性的这个物究竟应该怎么样礼敬呢？摆得整整齐齐，保持得干干净净，这就是礼敬。我在这里说这个不是笑话人，有的人家里规规矩矩整整齐齐，你进去一看吧，你第一感觉就是挺爽，哎，让你心情挺愉快的，这是一种。实际他倒不一定这个家怎么华丽啊，不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有的家庭很简单，哎，也没有什么豪华的东西，但是他就给人一种舒服的感觉。有的家里呢，就是什么东西都是没有个固定的地方，乱七八糟的。我记得我曾经给大家举过一个例子，我见过一个这样的佛友，他家呢是供了一尊观音菩萨，咱们就不说他家里乱到什么程度吧，我说用那三个字啊是比较确切的，就是脏乱差。嗯，不说他家怎么样，咱们就说他这个所谓的佛堂吧，他这个佛堂呢是没，也叫不上一个佛堂，就是在一张桌子上供了一尊观音菩萨。你这个吧，如果条件就是这样，无可挑剔，你能不能把它收拾得干净利索一点，就是脏麻布、乱手巾、什么衣服乱七八糟的都在这桌上放着，然后观音菩萨那个前面呢拉了一根铁丝儿，就是铁丝儿这是挂的滴了当啷吧，反正叫人一看心里都堵得慌。你这个完全可以动动手就可以把它摆得整整齐齐，桌子擦得干干净净，这不就是对物的礼敬吗？也是对菩萨的礼敬啊。你说在菩萨眼前摆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甚至连说不好听来没洗的袜子都在上面堆着，你这对菩萨都不礼敬吧，你对这物也不礼敬啊。那你比如说有一次我跟我非常熟悉的一个人说，我说你用那个毛巾呢，你弄完了，你完了以后能不能把它抖落的板板正正的挂在那个杆上或者铁丝上，拧吧拧吧一抖落，就我说就像那个干巴鱼似的，一条一条的都搁那个杆上这么当啷着挂着，你这个你就是对物不礼敬，这个不费吹灰之力举手之劳就可以做到的。所以有的同学说那对这些物也得磕头，我刚才说了那个理解是错误的啊，不是这样的，是吧？你对物爱护你就是礼敬。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咱们尤其是小夫妻吧，咱老夫妻也不是没有啊，咱们就是小夫妻，因为年轻气盛，可能有些时候俩人弄点不痛快别扭了，哎，有的呢就开始动手了，动手了有很多的时候就是摔东西，然后反正碗呢盘子呀什么玩意儿逮手拿过去就摔过去，然后这碗也碎了，盘子也打了，是不是这样？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我年轻的时候这事儿我干过，因为我和我老伴儿俩吧，就两条，一条是怄气，谁也不跟谁说话。我们说嘛，两个月一句话不说，啊，那都是我干的事儿。再一个呢，就是气到一定程度了，没地方发泄这个怨气，怎么办呢？摔东西。所以我家那个碗呢、碟子呀、盘子呀，反正没少让我摔碎。摔完了以后怎么办？那你吃饭还得用啊，上店再买呗。最后自己明白了，不能再摔了，因为啥？你摔完了你还得去买，你那不傻气吗？你买不得花钱吗？你不是一笔浪费吗？所以我在这里举这个例子，就告诉同学们啊，如果是小两口有点矛盾，搁嘴说，但是我不主张骂人。我为什么摔东西呢？因为我不会骂人，我不会打仗，所以急眼了我就摔东西，就拿这个来发泄自己那个不满情绪。你这个就是对物不理性吧？你说你那碗招着你了吗？那碟子惹住你吗？你干嘛把人家都摔碎了？是不是这样？那不讲理吗？所以对物的理性就是把它摆整齐，收拾干净。嗯，这是对物的理性。那有的人说，那事儿咋理性啊？那事儿也没有个形象，也不像物。那桌椅板凳锅碗瓢盆的，他们都有形象，那事儿没形象，那怎么恭敬呢？就是认真负责，尽心尽力，哎，去把你这一份工作，这一份事情给他做好，这就是对事的恭敬。你别不负责任，骑了马哈啊，那就是对事理不恭敬。在这里呢，我想说一点什么呢？就是要入乡随俗，这礼敬啊，要入乡随俗。我以前是不是举过这个例子？有一次，我从香港要到广州。香港同修呢送我和刁局是我们几个去火车站啊，要坐车，坐火车嘛。到了火车站以后，它有一个栏杆，然后中间有一道门，就是我们得通过这个门进去以后，然后检票上车。这栏杆外面呢，就是送我们离开香港的同修们。结果就在那个门外，香港的同修和我们刁居士，这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给我鞠躬，我给你合十，就在那个门口，因为还有其他的旅客，人家也要经过那个门嘛。那他们在这，你给我行礼，我给你鞠躬，全都在阿弥陀佛，我看都要引起围观了，人那些人都搁旁边看，心这些人干嘛呀？可能都把我们这些人当精神病了。后来我就赶快拽了刁居士一把，我说行了行了，赶快进去吧，叫我拽着他胳膊给他滴了进去了。然后香港的同学也笑了。后来我跟刁居士说，我说这个不行，你这公共场合嘛，这是我遇到的一次，以后我们就注意这个了啊，那就是简单的一告别阿弥陀佛就可以了，还不能连搂带抱的再拽着的，然后用阿弥陀佛没完没了的，你磕头我行礼的，这时候不是入乡随俗吗？你影响人公共场所秩序了，是不是？还有一次我记得是我们出国那次，在机场候机，这个时候呢，因为老法师我们都在那个椅子上坐着，这个时候来了一些个人，我估计也是学佛的吧，可能是见着老法师以后，一大片跪下来给老法师顶礼，老法师紧着说一礼一礼，实际呢已经跪下了，已经开始礼拜了，老法师也没法说了，师父就说一礼一礼，
其实我这些人是一理不行，必须得三理。后来老法师跟我们说，说像这个呢，就是不太合适，而因为机场嘛，候机大厅这是公共场所，不可以这样的。这个我们就记住了。就是你在什么场合，应该用什么的礼节，你得明白，你不能越杠，是不是？得入乡随俗，你这个就对了。如果那个做过分了，你说我礼敬吗？那个就过分了，也谈不上礼敬了，是不是？就这个，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这是第一愿。第二，称赞如来，分别一下啊，第一个是礼敬诸佛，这第二是称赞如来。为什么把诸佛改为如来？它有它的深刻的意义。诸佛是从形象说的，如来是从性德上说的。比如说在《金刚经》里，有的时候说诸佛，有的时候说如来，有很多人不理解，说怎么回事呢？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这回我讲到这儿，大家就明白了，就是凡是称诸佛都是从相上说的，凡是称如来都是从性上说的。由此可知，在形象上我们要平等的恭敬，决定没有分别执着，但是在性德的开显上确实有迷雾之分，因此称赞与礼敬是有差别的。这位听懂了吧？一个是从相上说的，一个是从性上说的，两者是有差别的。在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我们可以看到与性德相应的普贤菩萨就称赞，与性德不相应的普贤菩萨便礼敬而不赞叹。比如说胜热婆罗门，他是代表愚痴，善财对他礼敬而不赞叹。甘露火王嗔恚心大，报复心重，善财对他礼敬而无赞叹。伐粗密多是一个妓女，善财对他有礼敬，没有赞叹。这就是五十三参里面其中的三位，唯独这三个人没有赞叹，其他的都赞叹。说明了什么？为什么赞叹用如来而不是用诸佛？老法师说，告诉我们说，善要与真性相应啊，就是善要与你的本性，你的真性相应，才值得赞叹。如果与心性不相应，与大乘佛法不相应，都不能赞叹。所以我们以后要注意，什么时候我们礼敬，什么时候赞叹，一定要把这个分寸把握好。老法师老人家慈悲，为我们举了这样一个例子说明。他说现在台湾的佛教做慈善救济事业的很多，很广泛。老法师说，我在讲经的过程当中对这个从来没有赞叹过。当时我听到这儿，看到这儿吧，我又有疑惑了，为什么呢？那做慈善事业那不是好事吗？为什么不赞叹呢？师父给的解释是这样的，说虽然慈善事业是善法，我为什么不赞叹？
因为它是世间的善法，不是大乘的佛法。在这儿啊，说那个善法是世间的善法，不是大乘的善法。说如果我们对世间的善法加以赞叹，换句话说，可能会让人误解，这就是佛法。嗯，老法师给的答案就是这样的，说如果是这样，也是误导众生，这就大错特错了。比如说，学校，小学也好，中学也好，大学也好，学校的事业是什么？是教学。如果教学有成绩，我们应该给赞叹。如果学校偶尔的做那么一次社会救济的慈善事业，也值得我们赞叹。但是如果作为一所学校，把学业荒废了，老师们不教书了，学生们不念书了，天天去社会上做慈善事业，你想想，我们还要不要赞叹？因为把自己本分事业舍弃掉了，这个我们不能赞叹。赞叹一定要与性德相应。佛法的本分是什么？是如来家业。如来家业是弘法利生，普度众生，协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开了这个，老法师说这叫不务正业。这个理念同学们能不能理解，能不能接受？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该礼敬，什么时候该赞叹。老法师是举例子给我们说明的，我们是不是应该听得懂？比如说以前的寺院和庵堂都是佛法的教育机构，我们在大经上读到佛寺每天是20讲经20修行，20就我们今天来说就是8小时，20就是现在的8小时。你想想，佛寺8个小时讲经，8个小时修行，修行不外乎两大类，一是参禅，二是念佛，这是修行。说念佛的人每天是在念佛堂念佛8小时，在讲经堂听经8个小时，还有8个小时休息，这不324个小时吗？24个小时是这样分配的。所以那时候的修行人没有多少时间打妄念，所以佛教的道场是寺院，寺院是教育机构。我们看看目前的状况，寺院成了旅游观光的地方，是不是这样？所以它就失去了那个教育机构的本来面目了。老法师告诉我们说，寺院和庙宇不一样。庙宇是什么呢？是祭祀鬼神的地方。我们现在把寺和庙完全混为一谈了，寺也是庙，庙也是寺。现在很多的称寺的不太多，牌子是什么什么寺，但是大家一说到大庙去，上某某大庙去，哎，都是这样说。很多地方把祭祀鬼神的庙也混同于寺了，这就是一个错误的做法。是跟鬼神打交道的地方，现在把寺和庙混为一谈，这也是佛教的另一个悲哀。佛寺是教育教化众生的教育机构，我们必须认识清楚，如果舍弃了修学，舍弃了教学，这就是忘了本，所以不能赞叹。在这里
什么时候赞叹，什么时候不赞叹，我觉得老法师给我们说的很清楚了。如果我们赞叹错了，会使一些人对佛教产生错误的看法，他们可能认为这就是佛教，实际那不是佛教。称赞是相当不容易的，比礼敬难修。为什么？因为共高我慢几乎每个人都有，不知不觉它就现行。这是无始劫以来俱生的烦恼习气，一定要把它断除。礼敬就是折服骄慢，学谦虚，学恭敬，无论在言语，在起心动念，在行为上都要认真的修学。称赞一定要有智慧啊，一定要有智慧，有智慧才能辨别邪正，辨别是非，是正法是善法我们要赞叹，如果有偏有邪我们就绝对不能赞叹。今天的时间到了，这节课就讲到这里，明天接着往下讲。感恩大家，阿弥陀佛。